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天。那这一款是这一个这应该是正版的，没有错了哈。它是这个魔法禁书目录，然后幻想收束哦。那我们来玩玩看吧。目前是在封测期间哦，这是网友传给我的，应该是这是三档封测，所以说应该是在21号的时候会三档。所以我们来这个测试一下吧。那目前魔法禁书目录的话，正片的话应该是到第三季吧，哈。虽然说我是没有看小说啦，但是我算是动画党。不过呢，动画党的话，其实很多都有点看不是很明白哦。然后还会需要这个一些弹幕啊，补完啊之类的哈。那这个外传的话呢，像一方通行的，还有这个电磁炮的哈，几乎都有看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吧。日式游戏我怕的就是比较干哦，因为日式游戏的话，很喜欢就是怎么讲呢？就是礼拜一开什么资源，然后礼拜二开什么，礼拜三开什么，然后又没有扫荡，所以打起来会比较累哦。那这边剧情的话，就是最一开始嘛，哈，完全还没有跟这个美琴认识哦。他一开始还是会要你输入这个玩家的名字，好。那我们就选择高好了哈，我的手机应该是撑得住。滑动荧幕，移动角色，最终战。这好像那个什么，那个小朋友在玩那个什么孙悟空的那一个武斗大会的那个，去滑卡牌哦。OK，这是我们的老师哦，移动攻击。攻击方向对准敌人之后开始攻击，箭头同时对准多名敌人。好，移过来。哦，这样可以攻击两个人，这样只有一个人。这样子，好，开始。哎呀，我们的这个教主对不对？好，一般打架实力是非常强的。啊，被打到不合理啊！先召感知，哎，移动跟攻击，哦，这是回合制的，啊，攻击加，哦，有特殊区域，哎，蛮有趣的，哎，好，所以我们要移过来，好啊，阿普。啊，也可以自动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获胜了。玉版美琴，对啦，看这一个角色的这个例会应该是没有问题啦，这应该是正版的啦。好，挡住。右手哥不是叫假的嘞，哇，好，战斗了。终结技跟技能，右手哥无敌呀，任意时机使用技能，发动只能在有限的回合数使用。技能，这什么啊？鼓舞哦！哦，他那个铁砂剑呐，啊，我释放技能只是增加 buff 而已哦。终结技。敌人也会死，哇，这个是暴走的这一个 index。好，点击终结技，就让我来打破这个幻想吧。颜面修正拳。
哦，这音效也是一样哎。哇，追加吃员哦，3G 哦，好吧，那看来要下载一阵子哈、哦。那等到下载完之后再继续录吧。OK，好、哦，要下载个3G 哦。好，那这个游戏的话呢，看来就是，目前看起来就是4月12号到4月21号是封测，然后封测完之后呢，就会删档。那另外呢，这个填表单好像还会有奖励哦。那这个部分的话，我再看一下哈、哦，应该巴哈有这个网址哈、哦，然后到时候，我再贴在这个影片的下方哦。好，那我们就等它下载一下喽。好，那下载结束了哈，来看一下，应该是更新吧？哦，这是很日式风格的这个画面哦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哈，赶快来寻找战斗的伙伴吧！扭蛋哦，果然是扭蛋，哇，新手教程扭蛋，瓜太史哦，是我们这个姐姐大人哈、哦、最喜欢的这一个，所以说我们氪金是氪金瓜太史哦，好。免费的，啊，我好，我是喜欢石峰的啊，我觉得石峰的故事比较惹人心疼哦，典籍图示，啊，Index 啊，不过它是一星的。哇，怎么都一星的？看来这是固定的啦。好，编队功能，点击，然后呢？OK，角色编队。OK，还是它这个一星可以不断的升上去啊？哎，我不是还有 index 吗？哦，它是支援角色哦，哦，是这个样子哦，属性加成都是红色的，是不是？啊，双方的综合数值会被合并，如果属性一样，会触发属性加成，全数值将得到提升。支援技能还会配合行动的自动发动。OK，来，任务，哎呀，是这个一方通行跟这个当麻的这个小图示哦。好，主线。OK，新手教程。所以说，他说到达总战力才可以打哦，所以这个会锁战力。好，战斗开始。连吸攻击直接继承连吸主卡。哦，机器人。有破防值哦，哦，这是破防值哦，可击破的在本回合行动会中断，并这个暴露弱点，这便是你的好机会。攻击破防值，从不相关的方向来的攻击以及无方向的攻击是不能使破防值的减少。哦，所以它的破防值是下方，我必须要去面对它的正下方去打它的破防值哦。啊，这样就已经击中落底了。多个战斗角色合力攻击连吸。把它压，把是把它压上去吗？物理异能不同的角色进行连续攻击，连续受到伤害，连续的全员都会受到伤害，防御属性不会变化，可连续的人数是由攻击的方向，三个方向是零人，可以连续可以连续，攻击方向越少，可连续的人数就越多。哦，压上来了。这样子，
啊，破防了，破防了。好、哦，不能行动。弱点遭到攻击，敌人的伤害会大幅提升。使用终结技，点击解除联系哦，然后再点击，再使用终结技，压制雷川。怎么不是电磁炮？交换角色，能够替换一组攻击的角色。哦 ，OK， 属性哦，蓝色客、红色客、绿色，然后这个是光暗护客。OK， 好，角色强化啊，每次都会有的。角色强化，又是要打素材强化了，升级。OK， 回来。哦，成就，哦，领奖励，噔噔，花太石，免费送你一次十连抽，哇，这个就是什么刷手抽吗？好像日式游戏都有哈，不过这个是封测，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刷了。这个十个，确定要消耗花太石抽取十次转蛋吗？啊、哦，我们这次是免费的哦。这剧情会有什么不同吗？譬如说出现 SSR 角色，会不会有什么地方发光啊之类的？好像这一段没有什么不同哎。哦，有一个金色的二星，是不是？二星有很好吗？哇，这边都是一个，哎呀，都是一星啦，有资源的，然后有战斗的，哎呦，哦，觉醒，因为抽到重复的嘛，啊，海源光贵，哦，这个是资源的。露奇亚，然后又获得觉醒结晶了，因为抽到一样的。哎、欸，哎呦，什么东西？哦，想缩短和我的距离，这谁啊？哦，三星角色，哦，暗部组织学校。哦，碎哦，啊这一个嘞，啊龙虎，我们的这个什么第几男主角，第三男主角，呵呵，他的那个他喜欢的对象哦，保护的对象，好，三星不知道是不是最强哦，哦系统编队推荐。好，推荐，哇哇哦，一下都已经满了哦，这个样子。OK， 这是修女队，暗属性的。哎呀，它跟 Index 是一对的。好了，自由行动啦。啊，等一下，这影片跳过好，到时候会有音乐哦。好。精英三档封测，哇，有没有？现在是三档的，所以送的比较好吧。第一天3000瓜太石，来自修女的施舍哦。好啦，都已经告诉你是这个三档哦，所以说这个就是，我们就玩了解一下就好。这什么东西？啊，哦，怎样？免费送你一支一方通行吗？精英三档封测公告，
开机公告，我们来看一下公告吧。哦、oh, ，Hello， 第一天3000、6000、9000啊，五十三星必得3000、9000，每次消耗300，免费刮太石，每十抽必得三星角色超电磁炮、玉版美琴、幻想杀手、上条当麻、几率 up、黑翼资源角色第23代当家、埃斯特、罗森塔尔，哦，这样子 ，OK。哦，活动举办中，主线剧情道具掉落2倍。OK， 哎、欸，我的刮太石嘞啊，信箱信箱，这个地方一键领取。哦，我可以抽几次啊？风车应该是比较大方一点吧。扭蛋，哦，这么多。一方通行的某科学的一方通行，哦，这是外传。还有呢，开服纪念第一弹。每天5点重置，一天一次。哦，啊，3000只能十抽而已哦。豪华扭蛋，扭蛋出现内容跟几率，这样子。看一下豪华扭蛋，第十抽一定会出现稀有度。啊，不对哦，只有5%而已哦。好，每天5点重置。啊，普通扭蛋呢？不知道什么扭蛋列表这个地方，哎、欸，不是，这是一些普通道具吧？所以每天可以抽一次哦，是免费的。叮叮，啊，这是干嘛？这应该是强化的经验值吧？这样子，哦，这是什么？一次 step 一，啊，点一次、两次、三次、五次、六次、七次 ，step 七必得三星，是这个样子吗？哦哦，这是那个吧，操纵尸体的那一个哦，哦，花太子，好啊，确定。好，这边动画应该是一样，你就跳过吧。哦，哦，又是龙虎哦。等一下，好，我现在已经达成了第一个了，然后再来第二次是300，哦哦，第一次是100，第二次是300，哦，他把价钱写在这个地方啦。哇，那我要抽吗？啊，没差，抽下去，我要一方通行啊。哦，这一次是2个、哦，啊，一星啦，初春维卡鲁，好。再来就是变800了，看来一定要保底才会出吧。哦，再来是4个哦。哦，这是新的。哦，最后制作，这应该是资源的吧？太好了，最后制作你都来了，那这样子我们的萝莉控一方通行要出现啦、啊。好，第四次。好，哦，有，来咯，三星的，哎，不是哦 ，index， 啊，二星的而已，好，哦，神烈火之，哇，圣人，婚后光子，雪莉，啊，我没有刮太石了。支付功能未开放，哦，这个是没开放的。商店可以用学员卡兑换道具，每天兑换3次，哦，这样子。啊，主页 ，OK， 领一下。好啦，每天上线的话，我们就来抽抽乐就好了哈。然后应该是要解任务了。任务是哪边？这是我的角色，这应该可以改变吧？当喜爱的角色设定到我的角色。我最喜欢，哎呀，石峰姐姐没有，我好像没有抽到石峰姐姐哦。角色一览，我的角色，哇，有这么多，哦，这个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就点一下，我喜欢，好，神烈大姐姐，射到我的角色，啊，哪边啊？然
哪边可以射到我的角色？哇，哇，糟糕，不是很清楚。满级哦，这边你可以看到满级的这个它的状态是如何哦。好，大概是这个样子。我的角色，可以移动吗？不行。好啦，随便啦，随便啦。主页，哦，角色设定哦，找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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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设定这个射多的话，它应该是会循环吧？哦，这跟那个烈火战机一样，对不对？这样子嘛，循环嘛。羁绊等级哦，好，送礼物，没有可以赠送的礼物。那美琴呢？也没有可以赠送的礼物。邀约啊，这什么意思？啊，什么叫邀约时间啊？一小时后，马上见面。啊，这什么意思？好，我们来试试看。啊，就这样子哦。所以他就是时间到了之后，不是很懂哎。反正就是慢慢等吧，那是12个小时之后它会累积比较多啊。哦，所以就是慢慢挂网，然后慢慢累积这个好感度，然后领取一些有的没有的。好，这是每日任务，好，累计，哦，这成就系统。好，我们继续战斗吧，点任务哦。我刚才看了一个，这什么景点？原创小剧情哦，这是原创的，每天更新一次哦，这么多哦。那我们去飞机场。OK， 这边就会有一些小小的剧情了，这样子。啊，哦，看完剧情之后还可以获得体力啊，还有这个金币哦之类的。哦，就是一些小对话啊，剧情之类的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就解一下任务吧。主线剧情共斗啊，共斗是不是线上？因为日式游戏的话比较重视这种团队啊，线上一起玩的哈，所以说可能是你会要线上连线啊，然后一起打，然后活动，好，这边还有很多，好，那都是随着主线任务慢慢开放。好，然后呢？啊，这什么东西？所以现在我要解什么？某个不幸的少年吗？这一个 ，OK， 下载完了。这个，哦，这最一开始嘛，他一开始遇到 Index 的那个状况，可以跳过吗？哦，我们可以直接跳过。哦。啊，这样就通关了，是不是？哦，这跟其实之前在玩那个 Re0 啊，那个从零开始的哈，好像都差不多是类似的这个方式哦。好，我们推荐一下。哇，我刚抽一下，哦，全满了。这样是两队是不是？这是我的编队一哦。OK， 还要下载追加资源，请务必确认属性克制。水克火，克木，克水。好了，开打啦。我们可以三个人压在他身上吗？哦，这样子，哇，三个人。哇，好，这个有三星的通关，然后有这个瓜太石，哦，升级了，哦，体力又恢复了，啊，我不是很喜欢体力制哦，因为就觉得是说，哇，体力没有用完很浪费，啊，跳过，叮叮，好了，那所以说这个就是什么
魔法禁书目录，然后幻想收束这一款手游。那现在是属于封测的时间，所以说你可以每天上线，然后呢领领资源，然后抽一抽，感觉一下自己喜不喜欢这一款游戏哦。好啦，那影片就到这边啦，谢谢大家观看，那我是阿天，我们就再见，拜拜。